媳妇想要二胎，结果会怎样？哎，老婆，你干啥呀？还关门？没干啥，我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啊？你说。我今天不是去朋友家玩嘛，人家有个女儿5、6岁了，长得又可爱又贴心又漂亮的，我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，咱俩也生一个呗。啥？你重新问。咱俩再生一个呗。重新问，从头问。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。不商量。你商不商量啊？什么商量什么呀？再生一个。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的？我们这个还没养明白呢，还再生一个？我是不想再生的。我跟你说，你不生也得生，国家都开放三胎政策了，我们生两个正好呀，一儿一女多好。现在都说女儿贴心，你去医院看看，陪伴的大多都是女儿，女儿是小棉袄，不会漏风。哎，你这话说的，你能保证一定能生女儿吗？啊？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材。我身材怎么了？你去镜子照照看。不跟你扯那么多了。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身边的朋友都是一儿一女，现在人家都在背后议论我，说我是不是不能生了，生不出来了。你为啥这么在乎别人的看法呢？别人议论那是别人的事情啊，我们自己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。反正我跟你说啊，以我们现在的经济状况，我觉得不适合生二胎，压力太大了，我不想搞那么累。那你以前不是很想生一个吗？你还挺搞笑的，想生的是你，不想生的也是你。哎呀，那是以前，现在压力太大了，你我都养不起还养二胎。再说了，现在条件也不允许。你这人啊真没出息。行行行，我没出息，就你有出息啊。反正我跟你说啊，我不生，要生你一个人生。哎，你这会开玩笑啊，我一个人怎么生啊？那就好了，那就不生啊，我可不想搞那么累。走开走开。你干嘛？我去喝口水啊。不许去，你跟我讲清楚这件事你再走。哎呦，你现在怎么这么啰嗦的？我走了。你干嘛？去哪里啊？哎，你干啥呢？躺这里睡觉是吧？你这个事情还没跟我讲清楚呢，快点先跟我讲清楚。你不要吵了行吗？啊，讲什么呢？不是跟你讲清楚了不生啊，等以后条件好了再生好吧。条件好了什么时候？条件好了等我40、50岁再生啊，我到时候想生我也生不出来了。顺其自然，顺其自然啊！你在这里睡觉是吧？啊，在这里睡啊！别睡了，干嘛呀？带什么被子？还带什么枕头？别睡了，你真是的！哎呦，真受不了你！